校园树木资讯平台，这一两年建制的，就是为了搭配班班有冷气，然后设计一个让全国那个校园都去调查它的树木，然后设计那个 QR code 的牌子，这每个学校都建制的。那一名主任可以利用这样的资源，就把它设计到校学里面去。其实如果没有这样子拿出来使用，搞不好很多老师还不知道有这样的平台资源是可以使用的。那就是也感谢一名主任的分享，让老师知道有这样的平台、这样的资源，以及里面都可以计算那个树木的碳汇的部分，都可以进去里面做使用。那在这里有一个小小的问题想提出来问一下，就是你让学生去实际调查树木，去量测它的修为，那请问树高的部分，因为刚才就有伙伴在问说，那树高学生会怎么估的？因为用楼层，用楼层估了，预估，用学校的建筑物的楼层。哦，用学校建筑物，对，就用初估，就是用学校建筑物去估它大概多高，因为实际量有点困难。用大致上用图的。好 ，OK， 谢谢。那我之前也带学生做过类似这样的活动，那我是分享一个 APP 也可以这样子的测量，但是如果是用学校的那个平板，可能那个 APP 没办法配送，那老师可以自己的手机，可以去搜寻这种测量高度的 APP， 虽然也是初步出来的啦，它不一定很准确，这样子也可以，所以用楼层估或是用再次使用那个行动载具去测量，也都是很方便的。好，那以上，谢谢。